那其实你也可以把百分比也算出来，有印象吗？百分比怎么算？要不要算算看？那在这个地方，如果我想要呈现百分比的话，我可以透过这个检验的批数嘛，把检验批数直接搬到 label 这个地方。那这个检验批数呢，我不想要呈现这个89000或者是9300，那怎么改呢？这边我可以透过滑鼠右键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叫做快速 table 的一个计算，好，所以这个叫表计算了，好，所以这边点选 percent of total，这边就会出现那个百分比了。好，这是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，就是不晓得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子一个呈现比较麻烦，但是我要告诉你。您现在还是使用十点差版的，如果在九点差的时候，光这边我就要交半个小时了。哦，对，你们好像就是用九点差版哦。反正不管怎么样啦，现在我们用那个十点差版那个的方式来去算。可是我还是倾向建议你们要会去新增栏数哦，就是这个 create 一个 calculate file，然后去把。总 total 嘛，总 total 跟什么这个类型的数值，就是这个类型 FD 类型的检验批数来去做一个相除，也可以达到那个百分比。